耳边 PK 厨艺可是完全没在让的。你这个排骨呢叫姨妈排骨。姨妈哟，哎，学问了吧？我只吃过金源排骨，还没有吃过姨妈排骨。观众在交流，人家的私房菜交流。你这真的是什么呀？折折，怕见到你。打扰你们做菜，那个王大哥说，如果你们这次访问还要再久一点，他想要先睡一觉。因为我得要到对面去了，王太太来着急了。不是，因为他那个菜我看过，他那个菜啊没什么好说的，三言两语讲完了。小舅，你不跟姨妈在那聊聊吗？不是，有人呢、啊，刀横的切的，纯粹表演给师傅看。我呢，他平常不是这么切的。你照片，哎，麻烦你回你家。逆纹嘛，对不对？我管他什么逆纹顺纹的，要逆纹啦！啊，我切，你确定要逆纹啊？真的，哎呦不错、啊，逆纹才会咬得断，你顺纹就咬不断啊！哎，你好像不小心逆了纹，哎，你很棒，继续，很好。啊，就是你再看两边哪边比较像、啊，这边收得紧，效果会好一点。可是会不会太紧了？欢迎收看《型男大主厨》，大明星来下厨。大家各个重播时段准时的锁定《型男大主厨》，吸收料理的新知，也感受一下这个温暖幸福的气氛啊！今天呢，我们的阿华师也到了，就知道今天呢会有两个枭雄准备要呢跟你们两位结伴，来争取今天的最后大奖。两位大哥级的英雄，好，这两位稀客的稀客，欢迎赵又廷，好不好？赵素凡、黄梦玲，欢迎两位。赵哥，赵哥，难得稀客的稀客，没关系，我的名字还怎么六个字没什么关系。我说这两位大哥为什么那么久才来上这个节目？我们节目播五年呢，我来过你哥都来，我来过你节目吧？这个没有，型男大主厨没有。这个棚你来上一个棚吗？啊，他来的也不是这个。啊，我们的新，那你上次做什么节目啊？就是《型男大主厨》啊，真的我就来过了。我上次没有来过，不然你还有做什么做菜的？你有好多个做菜的吗？你上一次是上那个徐乃麟，你在煮面。上过你的做菜的节目，你的脑子这么清楚，怎么会输给一个酗酒的朋友？而且还有点宿醉了吧，大哥？这人呢，我现在想通了，六十耳顺，耳顺就是要留点戏缝给别人活。哦，六十耳顺，他一直给我这样子，他也不舒服，不快乐嘛。让他快乐一点，就逮着我是那个说话的茬儿啊，他插进来，多他再捅你一下，这样。哎，他高兴了。不是，是这样子啊。是。通常跟他上节目，我都基本上话不多。怎么会这样？所以我就喜欢跟叶嘉修上节目。上次是跟叶老师，你可以欺负他，都你讲话，哎，都我在欺负他，在你旁边又欺负不了，不好的。那是真的。那我今天少说话。没有，你要少说话，那这个世界就要有大灾难，知道吗？小乔，有事，把东西推上来。是，遵命。你好像包公一样的，我们得让两位把斧头砸上来。今天为了两位大哥来，我们节目特别准备了丰盛的礼品在这儿。就这四个勾引我们？哎，这个还不多啊！我们从来没有特别为了个奖品这样推出来，而且这奖品是已经属于你们的啊！真的，偶尔呢是做数一样少一样的。你知道意思吗？先加好，这两个我的，这俩他的，对。来，我们比，就拿锅子来比，数一样就少一样。那这个锅给少了给谁呢？制作单位问。No， 我如果输给他，这个就他的；我又输第二个，这个他的，这样才合理嘛，是吧？对嘛，这个话是对的。那就不用比啦。多令人开心的一句话，他拿了四个，他不会分我两个的，你放心。哎，我一定给你两个，那两个小的给你。没关系，你看，是不是？是老的了，狐狸是老的贱啊。但是你们今天进不去，我们今天怕你们派了个丫鬟，好不好？这两位怎么样？不错吧？谁跟谁配对？来，站好。赵大哥。对，王董进来排。王董。王董很久没来了哈，王董。不要吵了。
先给小妹。少爷，什么少爷？完全是妈妈长的，妈妈长就靠这吃饭的，那习惯还没改呢。你看到人就定位就开始发小妹了。你知不知道我们两个过去有交情？其实。我们有，我一直不想挖这个部分，因为你知道吗？那开始做菜吧，做菜。她老公在我们这个，你知道啊？万一他知道一些，她老公看到我们俩这过去有交集，也不会说话呀？真的吗？当然不会说话。怎么讲？闻到有先后不是？因为我们是为什么把节目搞得这么悬？我们马上要进行第一阶段的私房菜。是不是啊？是私房菜，是私房菜，各就各位。规则说明：今天的 PK 赛，两位来宾都已经先拥有了两只锅子，但在两阶段的比赛当中，每个阶段的输家都会被收走一只锅子。看来两位大哥都得好好的努力，免得锅子就摆在眼前却拿不到。不是你这个节这个菜绝不端上来。你的意思是？我的意思就是，我有一天退休了，我要卖这一样，我就卖这一样。哦，你确定有生意就对了。全台湾没有第二个。还有这么好吃，好的不得了。菜名叫什么？报上来。叫做，就是排骨菜饭呢、啊。排骨菜饭。哎，我们怎么前面有哎大姨妈是什么？什么大姨妈？哦，咬没有打没有打。排骨菜饭是这一菜是名字，但是这个排骨呢叫姨妈排骨。姨妈。哟，哎，学会了吧？我只吃过金源排骨，还没有吃过姨妈排骨。姨妈排骨是老姨妈教你做的？不是。不 是我两个儿子他姨妈做的，两个儿子姨妈做的，姨妈对，所以他们从小就叫他那个排骨叫姨妈排骨。哎呦呦，糟糕！怎么了？我那个塑胶袋，塑胶袋不是喷一身，喷在你身上，溅出去也不好看。哦，要包塑胶袋是吧？好嘞，那个纸也都砸出去了。哎，聪明哎，这其实阿基斯就做过啊，他就做过这个，真的这一周。那好像是我是剽窃的感觉啊。那没有，你想太多了啊。技法上大家都会啊，煎煮炒炸难道有专利的吗？没有。好就这样，就这样啊。以你现在身份地位，谁敢说你是剽窃？是对啊。说实话呀，他的经验比我丰富，能力比我强，是那是。但是做菜的时候我保证比他早。你年纪年纪比阿基斯大。我做菜早说有40年。啊，就差不多。不好意思打扰你们做菜，那个王大哥说，如果你们这次访问还要再久一点，他想要先睡一下。赵树海的姨妈排骨让王梦玲不服气，也端出私房料理来比拼了。他会放些什么内容在里面？都是秘方，就不要说出来。观众在交流，人家的私房菜交流。你这样吃的干什么？怕见到你。今天煮什么呢？煮什么呢？蒜苗豆干炒姑妈的肉。你不跟姨妈在那聊聊吗？不是，有人呢，刀横的切的，纯粹表演给师傅看。一个比阿基斯大，我做菜早说有40年，阿基斯差不多。打扰你们做菜，那个王大哥说，如果你们这次访问还要再久一点，他想要先睡一下。王总，我们马上就来，你稍待一下。你把肉锤敲过以后，接下来要不要腌它？要腌吧。要腌它会放些什么内容在里面？哎，您把酱油递过来。酱油还有什么？酱油就行，就酱油。糖不用。糖不用，后面的都是秘方，就不要说出来。就看就行了。观众在学啊，观众在交流，人家的私房菜交流。你这样遮着干什么？怕见到你，这一招不太看得懂。我们有个黑的锅子，怕人家看到我们用黑锅子。对嘛，给我一个黑大碗就行了。来，把它打开。王爷，那个胶带给那个松香胶带，帮我通通把这边贴起来。把它贴起来，再来，再把它贴起来。这绝对不是五香粉。来，你要吗？要，打开。打开。撒一撒，撒一下。你刚刚汤匙加了点。撒，再撒再撒。五香粉真的要撒这么多吗？快。快停啊！节奏。你刚刚说叫他傻，说他这个人傻了，差不多。我说傻的。好，这盖儿帮我打开。这什么？这就是哎呦，又接不到了。那个剪接一下，来，三二，放回原位，三哎，这个啊，干嘛你？我们没有剪呐。你这个。
行为跟夏雨小姐说说啊，对不对，对不对，赵波，所以就不知道他在闹什么东西。你闻一下，算，哎，给他闻一下。这个在外边都买得着的这个蒜粉，但是这个不是，这个不从飞机上带回来的，飞一包一包这样凑成。我坐了飞机带回来的，哦，坐飞机。因为姨妈说加拿大的这个蒜粉比较好。真的吗？哦，姨妈住在加拿大，不是姨妈在台湾。哎，你腌一下。哎，不急不急，不加别的了吧？酱油啊，珍珠点酱油，五香粉跟蒜粉。我们赶时间，来芡粉。因为我得要到对面去了，王太太来着急了。不是，因为他那个菜我看过，他那个菜啊，因为王太太你不去跟他多聊两句，他有嗜睡症，你知道吗？不是，他那个菜啊，没什么好说的，三言两语讲完了。哎，我看到你就是不想让东西。那个可怜啊，把这个台化掉了。浪费钱呐、啊！要不要换水果盘？我们要走了哈。好，给你一会儿见，一会儿见哈。来这边。你怎么把人家化掉了？我就跟你讲，他要不讲话，世界大乱；他讲的话，那世界更乱。他以为我们要他应该没来过、嗯，他以为我们要跟他聊一定的时间，事实上不一定。是，你知道的，我们这很随性。啊，王太太，不好意思啊，有种没有招呼不周的地方，好不好？曾女士，没关系的。你今天煮什么呢？今天蒜苗。王太太不是补你。这煮什么？煮什么呢？蒜苗豆干炒姑妈的肉。我怎么那么巧啊？他是你妈，这为什么是姑妈？我这边要不然跟他消姑妾啊？这边是姨妈，这边当然是姑妈了。那厉害了！哎，怎么做先开始？哦，我是要先切豆干。王大哥，我可以帮你切。那个我不要塑料锅子。我可以帮你。哎，其实我知道你有不能输的压力，这两锅子，嗯，不可能都输的，所以至少带一个锅子，至少赢一个，你知道吗？我一定要带大的，也有可能都输，一定要带大的，哎，我绝不带小的。你不跟姨妈在那聊聊吗？不是，有人呐，刀横着切的，纯粹表演给师傅。他平常不是这么演，你说赵太太，麻烦你回你家。我切豆干手会发抖的。不是，你是二厨，应该在他那边。他就不给我做啊！我刚已经问过他，他说他想要锅子，他不想让我动。聪明。他真的很认真呢。赵太太，您回去好不好？赵太太，赵太太怎么了？你又怎么了？我可以炸了吗？炸谁？炸排骨啊！炸排骨。炸他！你炸。因为我已经泡了近了两小时了。你炸那个七七八八的，我就开始就回来了。你相信我，好吧？闻到味道就来了，好不好？要近两小时，近两小时已经过了，我过了。我赵太太挺麻烦的，我觉得有没有靠药物控制？可能有，我不太清楚。这个我哪天问一下他太太。我也觉得有。王太太，我也想帮你。请你倒油啊！我有事了，是不是？香油还是沙拉油？沙拉油。沙拉油。没有用麻油炒腊肉的。好，是。那要多少呢？你的待会儿会一口气炒完，对不对？哎，王太太，那我先去看一下赵太太。好不好？这个附近有宾馆吗？有什么需要吗？不是我说吃冰的东西。小点气，你的脑子多洗。你知道旧中路跟永康街有距离吗？你晓得吗？那我不晓得，我只是问一下而已。两位，我们这儿请。哎，赵太太来了嘞！赵太太，炒青菜，你们来干什么？一点意义都没有了。不见得。哎，赵大哥，我刚刚想说，我认识你这么久啊，我不知道那个黄金。那个双星报喜和那个黄金拍档的歌是你做的？是啊是啊是啊，因为他们两个人得奖太晚了，他们得奖以后他要在现场告诉大家，他已经答应我，所以他们那个双星报喜啊，四年多久才得奖，所以才能在金钟奖现场告诉大家那个歌是我写的。掌声笑声快乐多，那是黄金拍档。对，那孟林哥两个唱合唱那个春风很好听。春风，春风怎么唱？春风快加紧脚步。哎，这会教的，快到我窗前漫舞。继续，你继续唱，我来拉饭。春风，
我的饭呢？这像不像你的饭？菜饭是要一块炒的吗？哎，菜饭为什么我记得那个菜是切得很细碎的？切那么碎干什么？你又被退台了吗？那个，我说夏太太啊，王太太说的啊，她说你要是这边还要再唱歌聊天的话，她想要再找个排搭子可以打个一架。不好意思啊，那我们都过去那边了。我告诉你，你真的是不认识那个王太太。怎么了？不认识她30多年，她不会打麻将。打麻将的是赵大哥。非常不满意，一会儿回来我们再接。待会儿的菜饭，因为我们现在不知道你的菜，这是配菜吗？还是到时候弄炒在里面？你待会儿看就晓得了，好吧？那我们待会儿回来啊，好，一会儿见，一会儿见。这谁？你的豆干真的煸的是恰恰的这样子。他刚刚是用那个比较多油，然后一点半煎炸的方式去煸豆干。对，我是把油都倒掉。对，他把油倒掉了。哦，油都已经倒掉了，那为什么还那么多油？它腊肉本身比较炸一炸，它一样有油啊。嗯，差不多。这个要放了吧？那油你真的不觉得油太多了？它会倒掉。油多你就不要吃嘛，你难道要那种瓦油来吃吗？没有道理。哎，我平时王太不好聊哈。你就不加别的了，就加酱油而已。不用加，你主要要。它腊肉有自然的咸鲜呐，对，我拿豆干是口感呐、啊，对不对？是焦焦的啊。翠绿的那个蒜苗，大概就差不多起锅了吧？起锅了，啊，好了吧？好啦，你好快哦！哎，怎么可以这样讲话？好难听啊！我说你做菜好快。绝对菜沙茶牛肉烩饭，两位大哥一脸彷徨，还被小天使搞得快发狂。凤林，而且是这个牛肉要弄得高。我们这位天使会做。有概念，有概念，我也会。要逆纹嘛，对不对？我管他什么逆纹顺纹的，要逆纹呐！哎，你好像焦焦的啊。翠绿的那个蒜苗，大概就差不多起锅了吧？起锅了，啊，好了吧？那你好啦。你好快哦！哎，怎么可以这样讲话？好难听啊！我说你做菜好快。完成了是吧？完成了。来，我们来看一下照片。那这下子我可以照。兄弟，五。哇！你这一叫，把蛋黄给砸了。不会的。哦，搞了半天，你这个蛋是副餐是吧？简餐。简餐，他以后要开一个那个专门卖那个，这好像便当菜哦，排骨菜饭啊，就这样啊，可能不单纯了，我看来，排骨再往上放，你排骨要不要回炸一下？排骨要切一下吗？或者是不切，排骨切就不嫌小气嘛，我给你2块排骨哈，好吧？我没有。倒数10秒，现场倒数10秒，我通灵哎！时间是我在看的，他不倒数10秒。他的那个坐台计时非常的那个，他眼睛虽然小，但是他也会有余光的，有余光，陶小青的余光。好，今天来两位大哥啊，两位30年的老友，在哪儿？今天干戈相向，好，就这样，时间。完成。好，来来来，大姨妈排骨菜饭来。大姨妈啦，这个肉是我吃的肉。哎呦，不错哎。对，好软。硬度啦，熟度啊，是我吃的肉。嗯，还不错哦。不错，比较菜饭，我觉得菜饭蛮好吃。嗯，这个蒜苗豆干炒姑妈肉来，先吃两个干面。姑妈肉。哎，我尝尝看。这是姑妈肉是吧？姑妈肉。哦，你也听到了，赵太太。听到啊，我那是姨妈排骨，你这姑妈肉啊。人家都是姑老肉，他姑妈肉。煎啊，真香啊。嗯，煸得很彻底。我到中间来了。好，准备举牌。今天一定要有一个胜负，所以一个姑妈肉，一个姨妈肉。1、2、3，请举牌。你投到蒜苗大肉这边，那梦玲哥这边是因为从一开始的，比如说切片啦、
都看得出来他就是个练家子，从到底就是计算的啊，比如说怎么样把它煸到这个豆干正好是香的状态，虽然油是比较多一点，可是它的做法我本来就是油多嘛，你就不要喝油就好了，嗯，对不对？所以我选的是这边。哦，哎，你的说法跟他一样。对，唯一就是可以的话，就是蒜苗，其实我们可以再多放一点，嗯，那感觉那个青菜部分多一点，你也不会觉得那么油腻。哦，那我这边的说辞，我想，因为腊肉它那个表皮啊，它上面这个表皮它不好咬，嗯，可以先去掉。哦，那个皮的地方。那个对，它刚咬起来比较软，所以我刚比较咬咬就。我跟陈哥的牙口。哎，你这个评论我都有点不专业。腊肉的皮儿就是要那个嚼劲儿，你现在就是因为它输在那个皮儿上面，那我这赢的不光彩。当然，他那个豆干。赵太太，赵太太，听我讲。哎，树海哥，你听我说。是是是。豆干啊，半煎炸的过程里面，我觉得稍微 over 一点。啊。就吃起来，我觉得。反而没有肉那么讨喜，老在啃木炭的感觉啊！我不知道，你这时候他是我朋友，你在讲什么？你们这样讲，我更不高兴。好难对的，我旁边豆干是他煎的，这豆干真的太 over 了一点，太 over 了一点。那其他刚刚有人说油不要假手于他人，哎，油真的多了一些，我觉得油也他倒的。是你说好的，制作单位很有问题，倒下去拦不及了。我们不要吵架，否则阿基师总监，你看他怎么说？来，阿基师。好，那其实今天我给海哥这边分数，是因为海哥整个排骨在腌味的过程当中完全走到位了。哎，谢谢，走到位了，这个第一点啊。那第二点，虽然刚刚有一点吃油。可是跟饭搭在一起呢，是可以避得开的，还可以啊，可以避得开。那今天，孟林哥这边可惜二个豆干有一点点烤了，抹厚过头了，轻微的苦味出来。没错，2-1再次领先，恭喜，恭喜你，恭喜赵太太。哎，我说王太太，你怎么了？不，我不是输给他吗？哦，那个桌子是奖品的共桌。我们的游戏规则是，我们把不属于他的是我的，原来就是我的锅。我们的游戏规则是，赢的留下来啊，你输了我就把它拿走，是这个意思。这是好。哎呀，我说王太太。我们现在就各剩一个大锅子可以争取了。第一个小锅子你拿到了，好不好？接下来拿大锅子，接下来是指定菜的部分。来，詹姆斯，请准备。沙茶牛肉烩饭。会呀。沙茶牛肉烩饭，两个人可以一起协力帮忙，好不好？加油！我会。大锅子就靠这个了。我会。今年2011年春夏最新款。我会。我弄过青椒牛肉烩饭 ，OK， 差不多的。那沙茶牛肉烩饭我没做过，把沙茶的味道煮进。待会儿阿基师会介绍重点，他做他的，我做我的，是吧？单栏，好不好？那两个大锅子，千万不要放过它，真漂亮。我帮你争取，我帮你争取。好，两边各自加油，好不好？来，沙茶牛肉烩饭，请准备。沙茶牛肉炒饭烩饭跟炒饭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？来，阿基师。好，那烩饭呢，其实是连菜带汤带料呢挂浓芡的。OK。好，那么一般我们中国菜的定义当中呢，烩的意思就是汁浓料多，跟煮跟汤不大一样。哦，是。跟汤是料少汁多。那么特别留意，我们今天用的不是和牛。如果火候稍微过了一点的话呢，马上就紧实了，捞了。哎，那么怎么样去保有它肉的一个滑嫩度呢？那我相信两位大哥都是专家，我就不便琢磨了。那么不要忘记，一定要放沙茶酱，它是竹梗，嗯，就这样子就行了。你看衣服两个彷徨样，是我真的彷徨，我也彷徨，没有，我都开始冒汗了。你会做吗？孟林，可是你这个是会吧，而且是这个牛肉要弄得高。我们这位天使会做，啊，有概念，有概念，我也会。就这样了，阿基师已经说明重点了，10分钟把这饭给烩出来，好不好？来，请把赵哥带回去，10分钟准备，计时开始。这样怎么切哈？你知道哈？你们两个真绝配，都左撇子。要逆纹嘛，对不对？我管他什么逆纹顺纹的。要逆纹啦！啊，我切。你确定要逆纹啊？真的。哎呦，不错啊。逆纹才会咬得断，你顺纹就咬不断啊。哎，你好像不小心逆了纹。哎，你很棒，你很棒。
继续，很好，做得很好，good job。我觉得莫林哥自从过了50以后，他整个人越来越可爱。我认识你20年了，对哦，他看我长大的，20年，差不多了。你要不要切小一点啊？大一点有嚼劲儿。不行呐、啊，要小一点呐、啊。你去外面吃沙茶牛肉，那是牛肉丝哎，是小的。人家很少烧牛肉块的，那个是卖的，啊、那个是卖的，好吧？那你这是送的、啊，就是不要钱吗？要啦，再切一半，你太大了。麻烦你切了。好，我切。你又被排挤掉，你接。真的啦，你这太大了。是要切条状，切成丁来的。没有，因为他之前已经切成丁了。我怎么切成丁？我是块状。啊，是。块跟丁，它还要分的。你不要毁了他的。我看已经毁一半了。哪有？他厚有他厚的道理。对啊。哦，那叫的好，那有薄有厚，我们一块吃看看，看谁。华台。隔壁，这边请，走，赵奶奶。哎呦，手脚好快啊！里面有什么？加了什么粉？加了玉米粉，还加了什么？还有酱油和一些糖。你做菜没有任何迟疑啊，其实挺好的。先恭喜你赢了一个小锅子。你今天如果说真的把两个锅子带走，嗯，你觉得你的好朋友，嗯，王公孟明先，嗯，他会原谅他怎么办是吧？他会原谅他，我都真显考。我不是说王公孟明啊，真显考，还回答。会不会太小？那啥，应该还好。好了，你们俩会不会吵架？心情就不稳定了。你们两个做那么久的朋友，有没有吵过架？我们两个、嗯、不会。真的？怎么可能？你问他。过油。所以你跟孟林哥以前没有吵过架？对。真的？孟林哥，真的假的？真的，没吵过架。跟你相处一点，你就要跟我吵架了。我根本就想跟你打炮架。你把我的图看看，我也看。嗯，好，这边过油了。隔壁呢？来看王梦莹、梦玲哥。哎，梦玲哥，加油！那边已经过油了。哎呦，你把太白粉放在高汤里面。要会的是，你要铺在饭上面。OK， 就要勾芡了。这个更棒，用高汤来勾芡是对的。我要下油锅了，他上刀山了，下油锅了。我过油哈、哦，我会帮你保住锅子的，真的。他一直对你不满的原因在哪里？对啊，因为他已经输掉我这个锅子。输掉。他说你自己做的，我不好意思讲而已。从头到尾都不合的两个人，能够在决定赛扳回一城，留下锅子吗？小小和王梦玲这一辈，终于在决定赛爆发大战喽！阿大哥，你看我表现好不好？太好了！有，你看他样子，你看这样子，你看这。怎么了？真的，他一直对你不满的原因在哪里？对啊，因为他已经输掉了这个锅子。他说你自己做的，我不好意思讲而已。你看一下肉，这油温要多高啊？行了，油温太高了。啊，我腌了那个酱油，然后放了一些玉米粉，然后我还比对面聪明一点，因为我放沙茶的油跟沙茶酱一点点，让它先入味。起锅，这就捞起来了，对，就捞起来了，这样就捞了，对，马上就把它捞起来了，好有料，是不是？啊，大哥，你看我表现好不好？太好了，还行，还不错。好了，让它沥油。对啊，来准备继续，快，动作也快点。还有5分钟，这边也过油了。这边好。菜备料备好了。爆香对不对？油还没热，要丢。油热了。热了，这锅热得快。这锅好锅。
吵，这边继续吵。你们好老夫老妻啊！来，对起来。有有有，你看他样子，你看这样子，你看看。害怕。这油不用了，对不对？我给你。来，吧。加了什么？高汤啊，还是勾芡的芡水？要大火，说不出哪里怪啊。怎么了？我要做这个，他叫我做那个；我要做那个，他又要叫我做两种饭。你跟着，你跟着王太太走。哎、你看，饭都嚼好了。那个就是你害的、啊。后面、啊，有饭，有饭，有饭啊！你赶快拿饭呐、啊！我先炒空心菜，他不让我炒，叫我干什么？你可以先炒酱啊！漂亮，我酱我等一下放不行吗？你的菜就软了。我软，这空心菜本来就软呢。早上买到现在还不软呢、啊，一看就知道几重。毁了，不要怪我，菜是你放的，哎，菜是他放的，不是我放的。不是好了，拿盐巴给我。你现在要下调味料？我现在不下调味料，什么情况？这天下了，好，这边完成了，来。我这没什么太大争议，你们两个真的是通力合作，隔壁已经快大打出手。对对，我这边都已经紧张的都不说话了。先叫救护车。他不过去了。就来一点水，来一点。我这应该还有点香的。啊，你能喝吗？我说怕你毁容啊，你乱倒酒，锅温那么高。然后肉放。对，炒它。水还有两分钟，你现在勾芡够吗？牛肉汤啊，我已经抱进了另外一个锅子的水饺，好吧？是那个太早那个了。哎呦，还挺浓的。你看，你勾太浓了啦。你好。那不然怎么办？怎么办？那还要再来啊？好，就是你现在看两边哪边比较像？这边收得紧，效果会好一点。可是会不会太紧了？不是说我又太快，你又太紧。手拿着。哎，你没有尝味道你就放了？为什么你没有辣椒啊？有啊，你们也有啊，你们也切啊。来，我没有辣椒。你老公是谁啊？怎么会娶到你啊？哎，我没有辣椒。哎，我没有辣椒，不够咸。配菜还不够咸。不够咸，不够咸，那调差不多了。肉好软啊！基本上王太太没有再听你的意见。你会赢在肉超软的。真的、啊，刚才在干嘛？很辣，会比较好了。两边都完成了，还在切花。现在请阿基斯为我们带来今天的五星级的感受，沙茶牛肉烩饭。来，刚才呢可以说是风雨飘摇，可这边呢看起来呢是非常的稳健。你们两个刚好都有经验，那边呢看起来是呢明争暗斗的，互相互不相让的情况下，不会，我们很有默契。但是做出了一个让阿基斯称赞的东西，是吧？你知道吧？哎，我们被称赞了，乱中有序。现在示范五星级的做法，什么叫五星级的沙茶牛肉烩饭呢？啊，就是它。哎，我切葱跟是同一个动作呀。对，这我已经。我们刚刚那边怎么没有葱呢？有葱、啊，你切下去了。光是没有，光是切葱的姿势就这样一样。原来看对看着你切，而且他也把那个葱一半那个尖丢掉，因为不好看。在家里可以吃，在外边就别吃了。你看，大蒜也是这么压的。他是用敲的，我的个儿大，我就用压就行。哎，他切的比我碎。哇，他是刀真快呀、啊！当然，阿基师啊。鸡哥，开玩笑，尖沙嘴鸡哥。哦哈，这一点我们是偷懒的，他是用摘的，空心菜本来就是应该用摘的。真的、啊？因为我们是时间限制，所以我们就凑合用刀切了。那我们先解释。你是先摘掉要的还是摘掉不要的？哦，你也以为是用切的？我以为制作单位会先帮我们摘
不是空心菜真的是要带叶带梗接摘。那我就解释了好吧。沈晨你要帮忙啊，你这是要摘要的还是摘不要的？你说我他今天摘的是要炒进去的第二次放进去。你干了5年了，我觉得我以为你的厨艺高超。没有，我没有高超，我是吃的比较多而已。分开，梗跟叶要分开放嘛。我刚有说，不是他那个是，他那个不一定用，他不是用来用对，梗在另外搞的嘛。好，先要先挑掉对不对？对，他把它切开。哎呦，哇，你这一片吃的漂亮，我们刚刚不敢这样切。哇，孟林，你刚才没这样切？没有。哇塞，你看，敲完还要还把那个板子敲两下。告诉你，我切完了。哇哦。后面就别切了，不好意思。他把那个好，那个先切掉那个带筋的那块肉啊，切是不是这样的？是不是这个部位的牛肉都要打水啊？好像在拌在里面。打水的重点是我们在让它入味的时候，因为有一点点的盐巴嘛，有这个有酱油有咸味啊，是放一点点进来，那让它不会肉不会紧。OK， 你知道他们炒空心菜啊？单纯炒空心菜的话，热量只有100多卡，加了砂糖变742卡。真的、哦，真有在计较哎。他好不容易点到他会，赶快讲一讲，要不然待会儿怎么加分呢？梦林哥瘦不少、啊，他起码跟他的全盛时期起码瘦了。哎，梦林哥，你已经有瘦了10多、10几公斤了。有八到。但是他所谓的8公斤是跟3个礼拜以前比较，我大概3个礼拜一个月不到，没见到他，吓我一大跳。可见这一个月没什么，这个月没什么吃喝的。加点油啊！我刚本来想加油的，这样子就好。你就是刚刚本来想，我有加香油，加了一点点。哎，用油拌这个牛肉片啊？因为当时它过油的时候，它这样先把它给弄散了，才有进去才比较好剥哦，受热均匀。而且油会回去啊，会回到大海里去。师傅去装饭了，表示说在1分钟之内就可以上桌了。你也会用筷子试那个油吗？哈，过一下油。这才叫做专业，是就这样。看到没有？看清楚先。真漂亮！榨菜的肉那个缝里面还有点油，还有一点点红红的啊。阿基斯在这个过油跟那边过油有什么不一样？细心的戴志华发现阿基斯特地将油倒在小锅当中，再把牛肉过油。究竟阿基斯这样做的用意是什么嘞？锅要全部调好油再勾芡，对不对？肉再勾芡。这个过油跟那边过油有什么不一样啊？在这边过跟这样子把它倒出来，这边油量大，你过油的时候呢，它的温度很高，不好掌控。那通常我们的标准过油的量呢，你只要它的3倍量就够了，不需要这么多了。不需要这么多，你多的时候它散热很慢，你的捞个老半天捞不上来。这条叶要把砂糖的味道全部炒到牛跟牛肉做结合。对，它的诀窍秘诀是什么？它的秘诀就是，沙茶酱本身算是一个熟成的酱料啊，是残留的水分没有太多，所以也不宜呢让你在里头呢炒过久。汤要多一点，品质要多一点，这样才能够浅。刚不是说嫌我少吗？没。先把味道给调好，对不对？对，味道全部调好以后再勾芡，对不对？肉在勾芡前下，勾芡以后下？勾好芡再下，拌两拌就可以了。勾好芡再下，哦，勾好芡再下，不一样哦。芡呢？再下肉哦。好邪恶的表情，桌上摘的。对啊，才不会黑掉。大哥，我觉得你的好朋友不是很好伺候，他对我们家的那个巧巧非常的不满意。我现在才发现到老夫少妻多痛苦。所以啊，我老婆说的对，
尊敬你的先生，尊重他，君子远庖厨，你滚开吧你。俩人在厨房非打不可。嗯，好了耶，他好快哦。就这么快、啊、刚才你们那一眨眼我都做完了，我做完再等你们三分钟啊。哎呀，沙茶牛肉烩饭完成。完成。先刷第十的。好，感觉一下。那肉哦，太过分了。真的。太过分了。有没有？好软哦。啊，刚刚你们赢。刚刚你们赢，先吃你们的。先吃你们的。你们肉也算软哎。还算软，还算，只是味道不太一样。嚼一嚼，可是沙茶牛肉是牛肉的熟，你不能带着菜一块吃，那纤维咬不断。你要不要嚼？吃肉完再吃。鸡太小。你说你饭盛太多，不要嚼。没有啊。啊，烩饭如果不嚼，什么叫烩饭？没有，我饭刚不小心弄太多。赵哥跟阿杰是一个很大的差别，你的稍微油了一点。嗯，我的也不错。是吧？是吧？是吧，肉很嫩、哦。你难得被我称赞。获胜了非常大的锅子带回家，2011年今年秋冬最新款，这个锅子不得了，获胜是1、2、3举牌。所以这样是什么？恭喜王梦玲获胜。你那个压抑的完全就是心虚的表现。他没有胆了，你不要再吓他了。来，请我说明为什么投票的结果是这样子啊、哦？怎么了？来，谁为的差距？在烩饭的时候，不能泄水。嘎吉士你可以看从头到尾，它都是扒得非常非常紧，而且它紧的同时，它又把牛肉预留一些汤汁下来，所以它这么紧的情况下有一些湿润，所以吃起来它是很自然。那苏海哥这边稍微有一点泄水。哦，就是芡的部分稍微多了一点，那这边的芡是扒了比较紧一点，所以我选择这边。那我想差距只在于，我觉得这边的油味稍微重了一些，让我吃不耐吃，油味重。好，继续。那么我个人的感觉倒觉得这边肉质的成熟度比较均衡吧，哦，不会有很大的落差，这个第一点。第二点，我针对烩饭的定义呢，我稍微说明一下。饭菜料吃完了以后呢，不应该有多余的油去渗透出来，那么味道一定要调够。梦玲哥今天可惜的是稍微有一点淡，整体吃起来讲我还是觉得它比较符合我们做广东式烩饭的那个感觉。了解。所以整个的节目的影响品就在你身上。赵哥啊，其实下次录影的时候呢，曾国成不要看。没错。我们要节目没人了。我这个关键性的少数很重要。对，这为什么把小锅都偏我这，大锅偏他们？好，我们准备，现在进行颁奖典礼。颁奖，中间集合，来来，我请来。来，阿基师，阿基师是小锅子送的。对，来，恭喜，谢谢，谢谢，恭喜，恭喜，已经很棒干了，恭喜你。还有大锅，大锅，红包有奖，恭喜，恭喜。除了煎荷包蛋以外，可以炒泡面，挺好的。炒泡面，梦玲哥，跟你上次拿回去那个锅子是有点不一样，在结构上跟感觉。这个锅子回去我会跟小孩子讲，谁都不准用这个锅子。那你就没得吃了。不，我自己弄。我本来把这一块带回去吧。啊，真的假的？你就是那么有钱，我就喜欢你。难得来上节目，不是要就要一套嘛，要一套的。那我不能把那个大的讹过来吧，小的给他一套吧。可是我们节目从来没有这样送过，真的吗？从来，因为你们节目就是你什么星座的水瓶是吧？水瓶座，小气，水瓶不是小气就是，他要平衡嘛，所以就是一边一个，下次锅不要两个不一样大，好不好？他们决定的游戏规则干我什么事？那现在梦玲哥做一个决定，谢谢，谢谢。平安大的时候，祝全国兄弟朋友天天健康又幸福。晚安，再见。晚安，拜拜。谢谢老师。五星级料理秀，比目鱼来入菜，两位主厨菜名也要比一比。菜名叫做什么？回眸秋波，春心荡漾。
谁受得了？这给你什么样的灵感？为什么会这样？左眼看右眼，对上的就是味道了。对，没有毛球锅。每次阿基是在这个要开始卸这个鱼肉的时候，这最他都是从侧线开始。对，因为鱼啊，真对人很有贡献。对，他要你刀从哪切都先画好了，你知道吗？比翼双飞，甜在心。哇，这本来觉得这个甜豆比目鱼有点无聊，是不是？比翼双飞。刚刚因为阿基师一讲完他的菜名，然后他马上就说：“哎呦，不要这样玩，是不是？”我没有这样玩。